穿衣服呀？我在我们家穿什么衣服啊？你快把衣服穿起来。我浴巾不挡下面，我挡上面啊。那我试试。哎，别！在想什么？是在想怎么惩罚我吧？从出生到现在，还没有一个人目睹过我的雄姿。现在的我，被你看了个精光，怎么办吧？你刚出生的时候，难道没有被医生和护士看光吗？我不管，你看到了，你就得负责。我能对你负什么责？从现在起。做我的女人。啊！